时候来稷山就对了。想吃鱼虾蟹，现在什么都有。海的女人赶海去，你可以直接夹住拿出来就好了。对，哇、哦，这个好大，这个今天目前捡到最大的。左手有十几二十个，这里很大一个。海蓝蓝，今年国庆去哪玩？我第一反应啊，就是来稷山住一晚，玩两天，来看看海，听听浪。哎，这些是刚刚捞上来的吗？对。哇，这看上去好新鲜。这个是小鱿鱼，这段时间我们出去，我们鱼特别多，这两天我们天气好，都在晒鱼干，晒起来国庆我们游客很多，我们卖。我们这两天就跟着你混啦。好的。那个把它原味就是在里面了，海的味道啊，对对对，闻到了。阿贵今天带我们选了一条就是最普通的这个路线，因为我们是那个赶海菜鸟，不敢带我们走太难的路线。那我们现在到这里了，你看到没？这里是长了好多藤壶啊。哦，这些啊，对，那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有很多货了。嗯，就是在这边上。哎，这个是佛手啊，对，这里好多佛手，这里面缝缝里，大大小小好多啊。那这里有一块呢，佛手有十几二十个，这里很大一个，但是这里很难上去这个位置。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些地方，只能都在这些悬崖峭壁上，它才能成长起来。捡这个还是风险比较大的。一般人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对这个岩石这些海浪不太了解的话，不能下去的，很危险。这个是将军帽。哎，将军帽跟那个藤壶又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品种的，东西也很多。这个就是那个盐蒜吗？啊，是的呢。这个呢，碰一下它会喷水的啊，它喷水的，这很多呢。那这边这个也是，但这个都比较小的，一般我们踩的话就是会在下面会这么大的。这里有个蜡螺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啊，眼神很好。哎，蜡螺我们就这样夹出来。哦，就用这个啊。对，用这个来夹出来放这个就好。像我们一般去赶海就是很喜欢就像这样一条沟的地方，嗯，因为像这些地方它的货比较多一点。哦，你看这里有个蜡螺群在这里了啊。哦，一坨啊。对，你可以直接夹住拿出来就好了。对，哇、哦、这个好大，这个今天目前捡到最大的。哇，里面还好多个呢。那个是藤壶。这个要掉到里面去。掉下去了。那哦，这个大，挺大的呢。带着我们两个拖油瓶，只能到一些就是大家经常会来的一些地方，然后能抓到这么多真的已经很厉害了。反正我是都看不见的。这个佛手好大，好久没看过这么大的佛手了。晚上有口福了，走。阿婆她现在在弄这个藤壶啊，啊，就像她这种就是我们岛上土生土长的，现在他们可能是60来岁的，然后他一天在这里，退潮之后在这里挖，可能会挖个几斤，啊，这个能够卖到，好几十一斤，嗯，然后他一下午的话可以弄个
那个几百块钱。对，这其实是很原始的一种啊，对的对的，那种赶海的那种形式。对的，有空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体验一下，去跟着这个阿伯去学一下，可以在这个岛上住几天，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，因为现在很少很少有这样的生活了。你一般我们海岛的话，就是说你不深入去了解，你看不到这些东西的。然后一定要停下来，哎，对，生活在这里。对对对。噔噔噔噔，晚上有的吃了。这才是海味，跟我们在城里面吃的不一样。刚刚从海里上来的虾、墨鱼，这个等一下做炸鱼，炸鱼拼盘。对，看看这个眼睛好新鲜啊，这个也是一捕上来就是很黄很黄，然后慢慢慢慢颜色变浅，风吹一吹它就那个颜色就变淡。我的表哥呢，他是做了七八年厨师的，然后他现在回来在家里也是赶小海，平时就是有客人需要烧菜的，我就把他给喊过来，让他在这里烧。你会不会烧？我会、啊。你会啊？那行，那就这里交给你弄了。那今天有大厨在，我感觉我就张张嘴巴吃就好了。不，大厨呢？省点力，大厨呢？大厨躲起来了。不用蒸，水稍微。放点下去，然后就浮起来。什么东西都不要放。对，就原汁原味。然后你放其他东西的话，它本身螃蟹就有点咸的嘛，你再放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它原来海的味道。对。我来帮个忙吧。你现在不用动它，你一动它的话，它没死的话，它会缩进去的。我们今天下午辛辛苦苦哈，然后这一桌已经搞定了。然后我很好奇的是，阿贵，我们平常你们吃饭都是这么奢侈的吗？我就去弄了点螃蟹，然后就这些小鱼小虾弄了一点。嗯，咱们这个就是靠海吃海。对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我来尝一尝。尝一下。今天我们这个抓的，这个是墨鱼仔，就越小越好吃，对吧？啊、对。一口一个是最好的，还有很多螃蟹，这里晚上可以螃蟹自由，好 Q 啊！这个真的小小只的，因为我们去菜场买都是买那种大只的哈，小小的就很、小的这个是季节呢，因为我是在这边赶小海嘛，什么季节就吃什么东西，海鲜是没有固定的。然后我看捕过来比较小的一些是会把它放生回去的。有些就是我们不吃的，就太小的就直接就丢掉了、小螃蟹 啊小鱼啊，太小的丢掉。那我们就开动吧，开动开动开动，动起来，吃饭啦，吃饭吃饭吃饭啦。